第四题，某班某次英文能力测验的成绩如下。全班共有50个人，50个人的成绩在这边是以20分为第一组的下限，组距为10，将资料先归类化计。那第一个要画直方图，20到30分共有1人，30到40分有1人，40到50分有6人，50到60分有7个人，60到70分有17个人，70到80分有10人，最后80到90分有8个人。那这就是直方图。第二小题要画的是曲线图，那在画曲线图的时候，同学要注意20到30分人数有1人，我们要画在中间点25的上面1人。30到40分的人数也是1人，画在35的位置对上去。40到50分的中间是45，对上去有6人。50到60分取中间是55，对上去是7人。60到70分中间是65，对上去是7人。70到80分的中间是75分，对上去10人。80到90分中间是85，对上去是8。接着将每个点连接起来，就是次数分配曲线图。